主料芹菜叶200克，辅料香油、生抽一勺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这是马家沟芹菜叶子，去掉烂叶，连泡加冲洗干净。锅里烧水，水里放少许的盐，水开后放入芹菜叶捉水，烫至芹菜叶变色，捞出沥干水分，放入生抽，少许的香油，调拌均匀，可以食用。烹饪技巧，做下周的小菜非常不错，非常清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